是一个障碍。所以可见修行呢要精进。那在这一段也可以看到，佛有种种善巧方便，佛陀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接下来看乘二，明令亦欢喜。所以佛陀当他说法的时候，能够以佛的戒定慧众功德，让所有的众生见到他都会升起欢喜心，这是很不容易的。接下来看38页，丑二，第16行，明现在义务分二，感应明一感应。好，刚才讲是过去式，《法华经》可以利益过去式呢，那现在式呢，它也可以利益现在的众生。请看经文，明一感应，诸善男子，如来见诸所有的众生都喜欢微小的佛法，因此道德等浅薄，心中贪嗔痴的烦恼污垢非常的重。明二，施化又分二，所以明貌一，佛就要现各种形象。请看经文，唯识人说，为了心量小，道德比较浅薄，贪嗔痴烦恼比较粗重的人，我跟他说，我从小就出家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不要生气，大乘佛法必是南传佛教出身的。南传佛教虽然现在我知道新加坡也很喜欢去缅甸、泰国、斯里兰卡修禅修，还是短期出家，当然它有很多的正法，但是若以大乘佛法来比的话，大乘佛法的心量比较广大。就算你修南传佛教，当然也很好，你可以昼夜精进修行，但最多你只能证阿罗汉果，那就等下一尊弥勒菩萨度你吧。所以大小乘呢，其实没有什么好辩论的。几千多年前呢，1000多年前，龙树菩萨跟外道跟佛教的内外呢，都已经变大乘非佛说，其实你根本不用辩的。大乘跟小乘都是佛的正法，但是佛就在讲，为世人说，为心量小，福德因缘具足的人，他讲我出家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佛在《法华经》要入灭的前8年，在灵鹫山亲自说，事实上我成佛以来啊，久远若此，生生世世以善巧方便教化众生，令各种人进入佛道，做如是说。教化众生，令入佛道，请画一条线。请你不要轻易批评其他的宗教，因为其他的宗教有它的价值。举一个例子，有些人他可能先从民间宗教开始修，慢慢拜个土地公、宝贝公，慢慢很多很多的公，到第二年呢，下一世的时候就变成道教徒或一贯道。一贯道他一样拜南海普陀观世音，也要布施、做善事、造桥、铺路、捐钱、建医院，慢慢修好多事的道教徒，然后慢慢才变成正信佛教徒，先修南传佛教四圣地跟12因缘，然后慢慢修了很多事，100世、1000世以后，他才变大乘佛弟子，听到6度波罗蜜。好，经过1个阿僧祇劫、2个阿僧祇劫，慢慢修，才会遇到金刚乘的教法。所以南传、北传、藏传都是佛说的，都是佛的正法。差别是呢，我们每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一样。所以，纵使我们现在在这里研究最殊胜的大乘妙法莲华经，但不要轻易去批评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宗教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其他不同的教派也有他的功德，因为有些人就像举个例子，你在学校有很多科系啊，有英文系，有数学系啊，要上 science 啊，上 history 啊，历史啊，科学，你不能说一个学校全部都不要上，他只要上一科英文，不要这样想。成为一个学校，就是要教很多很多的众生，众生有无量，所以心无量，法门无量，所以学科也无量。虽然我们很有福报，听到《妙法莲华经》是多深多浅，假如你好好用功，能够成就，可是对于其他的宗教跟其他佛教不同的宗派，
你应该尊重，因为他会度跟其他有缘的众生，所以叫教化众生令入佛道。举一个例子，再说我父亲，我父亲还是一贯道，他也念普门品，他也念大悲咒，可是他不是佛教的，那怎么办呢？凉拌的观音菩萨度他吧。我没有功德力度他，对不对？虽然我跟他辩论是我赢的，但是他不会听我的。观音菩萨度他，那观音菩萨看一个众生的时候，也是会看他过去、现在、未来嘛，对不对？慢慢来。所以我再多说几句。所以佛教徒佛在世的时候，十大弟子里面有一半是从外道来的。那有些做佛教徒做久了，你会变成基督教、天主教，你也不要太难过。每一个的缘会不同。尤其在新加坡，很多 uncle 跟 auntie， 你的小孩可能接受了基督教、天主教，起码他比睡觉更好，总比没有觉啊。还有 spiritual， 你也不要难过。哎呀，我是佛教徒，他怎么信基督教、天主教呢？甚至还有信呢啊，这个 Muslim 的回教。其实有宗教信仰的人比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好，心会善良一点。Spiritual life is better than anybody， 了解吗？所以同样的，佛教徒也会变外道徒，外道徒在无量劫里面呢也会变成佛教徒。你不用急，你拜观世音菩萨，拜释迦牟尼佛，让观世音菩萨去度他，你不是省了很多烦恼吗？好，再看下面卯二，明说法分二。成一，明代正明一代所说，请看39页。正明一代所说说 ，formally indicating the Dharma words from the Buddha himself as being totally true， 请看经文。诸善男子，如来所演说的经典，都是为了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有时候佛说自己，有时候说其他人，有时候说自己的事情，有时候说其他人的事情，有时候视线是自己的事情，有时候讲视线其他的事情。但是佛不管怎么说，他所说的都是真实不虚的。请把最后两句话写来：诸所言说皆实不虚。所以你应该相信佛说的，而不要乱听别人说。就算你听法师说，你也可以礼貌地说，请问法师，你所讲的有没有经文根据？这里从哪里来？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继续讲啊。接下来再看39页，乘二，事出巧说之由分二。四一，名由赵全十里故，即是说事之本。这一段有点难，我念英文啊。在39页第18行， indicating the reasons for showing the ultimate truth and the conventional truth as resulting in the foundation or root of the speech and manifestation。 好，这里讲了全跟实，全叫做的 conventional truth， 实就是 ultimate truth。 好，请看经文。所以者得，如来啊是如实之见，三界之间所有的一切形象，佛陀是如来无有生死的。《金刚经》讲如来无来也无去，不管佛是退出或实现出现世间，其实他无欲移在世间跟灭度。其实佛是没有出生跟结束的，但为了度众生，他只好讲说：哦，我以前啊出家之前呢，跟耶稣陀罗结婚，还有我还有一个这个儿子罗侯罗。其实他是来演戏的。事实上，佛呢是超越了出生跟这个轮回的相对的概念。非实非虚，非如非异，他呢不执着于三界，也会在三界中所显现，就像千江流水千江月一样。所以这些事情呢，如来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没有错误的，
也不会弄错的，所以就像我们这样看 drama 演戏，在演戏的时候呢，我们会说啊，这个人是我的爸爸，这个人是我的妈妈。当演戏演完了以后，下了台了，各走各的。所以各位，告诉各位真话，夫妻夫妻，砍气尾砍气尾，卖砍行故啊！其实你都是来演戏的。你这辈子选他做老公，来辈子你也选别人做老公，为什么呢？因为来被别人另外一个比较帅，而且比较有钱。所以你的心会变，其实别人的心也会变。在轮回里面呢，当夫妻是来演戏的，当母子或妇女其实也是来演戏的。但是我们常常呢假戏真做啊，把它演得太逼真了，知道吗？今天你来投胎，对不对？你做他的儿子，或你来投胎做他的女儿，对不对？可是呢，当戏呢结束的时候，当夜已尽的时候，夫妻谁先走都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佛陀说啊，其实夫妻啊，像一家人呢、啊，就像呢大雨来或暴风雨来啊，在树林里的鸟是各飞东西，各人走各人的路啊，是不是呢？所以但是我们都没有听闻佛法，我们就会对现前的东西很执着。举一个例子，我讲过好几次，讲一个阿公跟阿婆真实的故事。我从小呢也是我外公外婆长大 教育我长大，我的外公外婆都是一贯道，也很慢的一个宗教，但是我的外公跟外婆一辈子非常的慢。以前的人呢，你知道吗，大概18岁或20岁就结婚了。我的外婆会生了8个，我妈妈是长女啊，我是长孙啊，对不对？我外公跟外婆啊，20岁就结婚了，同进同出60年啊，从来没有离开过啊。你看多年呐、啊、，so sweet， 对不对？是不是太黏了吧？对不对？在乡下呢，我的外公跟外婆品德非常的好啊、乡下人都很赞叹我外公跟外婆是善人，也帮助很多人。然后当时呢，我们家有做种稻，然后也做茶叶。我还记得我在四川 Teacher College 的时候呢，暑假我还要去割稻。但我们在新竹 Airport 旁边有块地，我们早上4-5点就要出来，一起呢坐马车唱山歌，全家20-30个人去割稻。所以你一定无法想象师傅割过稻，因为我的皮肤很白嘛，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说我脸上有很多岁月的伤痕，你都看不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很多生命的经验。好，我的重点是冬天很冷的，我们都在睡觉，那我外公外婆穿着这个雨鞋啊到稻田去插秧。可是很不幸的呢，我外婆在我出家以后几年呢，她过世了，心脏病爆发，然后呢我们帮她助念，把她走了。走了以后，我的外公每天坐在门口，我先讲个客家话给你听。哎呦，阿婆怎么转了一道？还打一点滴啊，刚转了一道。意思说外婆怎么还不回来？我外公就坐在门口，这样足足坐1年，老人痴呆症。我们跟他讲，他不会回来的。他说怎么可能？他跟我结婚60年，他去哪里都会跟我讲的，一定会回来的。你看，老伴老伴。砍气尾砍气尾，卖砍行故啊，很苦。当你的老伴另外一个走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很孤单也很寂寞。后来我外公坐在门口，然后我的阿姨舅舅我的妈妈都很照顾他。可是呢，后来我外公呢1年以后2年以后老人痴呆症，很不幸他走的时候我正在国外留学，他断气的时候我并没有在旁边，但是我也帮他诵经的，对不对？最后他就走了，他永远坐在门口。外婆怎么还不回来啊？答案是永远不会回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相信轮回是千变万化的。所以轮回从哪里苦即起下来，你心中期待所有的东西都不要变，这是你苦的地方，请你起下来，很重要。你期待永远都不要变，比如说现在经济不景气，工作也是会变吗？对不对？你的心也会变，老公也会变，老婆也会变的。来辈子你可能还有缘呢、啊，但你会不会选他做伴侣不一定。所以人的心是会变的，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友谊也是会变的。
所以当有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珍惜。同样，师徒之间的缘也是会变的，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讲经，再过几天我就出境了，可能很多人也变了，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答案是你的心要有弹性，知道这个有什么好处呢？知道一切东西会变的时候，当你面对人生的考验或打击的时候，你心有很大的弹性，叫 flexibility。 我们很多东西你都认为不要变，比如说你常常会说昨天开会老板这么说，怎么过了一个月又变了呢？你就非常生气。答案，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再变了，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对不对？可是呢，我们都不学习佛法，我们常常希望所有东西都不要变，我们希望所有的钱都永远呢很多，我们希望所有的房子永远属于我们的，我们希望呢孩子永远跟着我们。答案，它会变的。所以我常常讲儿孙自有儿孙福啊，各位呢，老菩萨uncle 跟 auntie 呀，孩子长大了他有他的世界，对不对？小时候你看他对孙啊，对啊，很照顾他，等他长大的时候呢，就跟他阿公阿妈，我有男朋友女朋友， OK 拜拜， enjoy yourself， 你的心都碎了。为什么？因为你希望他不要变，事实上他永远不会变。这个是了解空性教法，你要关心你的孩子，关心你的孙子，但是你不要有强烈的执着跟留恋。答案，他会变，他会变，所以你祝福他。接下来再看几二啊，对不起，四二，看四十页。四十页第四行，名由称见顿机故，即是说事之缘。这有点难懂，请看英文。Indicating the reasons for dividing different capabilities of the old sentient being, showed as the gradual and the sudden enlightenment.开悟有两种，请画起来 ：sudden enlightenment 跟 gradual enlightenment。这就是人格派里面的叫做见跟顿。我待会解释。As resulting in the conditions of speech and manifestation， 请看经文。因为众生的心未变，所以以诸众生有种种的不同的种性，像种种的欲望、种种的希望、种种的行为、种种的想象，还有种种的分别。所以请看幻灯片，种种意想分别。这一段我想新加坡会很好懂，为什么？因为这边就有 multi religion、 multi people、 multi culture， 对不对？不像我们台湾很丢脸说，因为蓝党跟绿党又要准备选总统，一家人蓝党跟绿党还分开吃饭，很奇怪啊，对不对？这是什么？你太强的分别。在新加坡你会看到有不同的种族，有华人、印度人、有 Bangladesh、 有马来人、有印度尼西亚人、有外国人，所以我们习惯于接触不同的种族，有不同的文化。在那里有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回教、民间宗教、道教，所以因为你接触很多不同的种族跟不同的人民，所以你很 opening mind， 你有开放的心。同样的，佛陀也是这样，佛陀要让所有的众生升起善根，就会用各种的若干因缘或譬喻，各种的言辞，为众生种种的说法，达目的是什么？希望他五戒十善而趋向于无上的佛道。所以佛陀从来没有暂停过。因此就举个例子，像吃青菜，青菜一家人吃饭可以有很多种啊，你可以吃小白菜、高丽菜，对不对？我莴苣，我各种青菜都可以啊，你不用强迫你的家人说一定要吃，全部吃小白菜，其他的白菜都不可以吃。我们台湾还有一种菜叫做大陆妹，很奇怪，这种菜就有点像莴苣，它取名就叫大陆妹，这是很奇怪的名字，对不对？
然后我要说的是什么？你们全家人住在一起，重点是大家一起吃饭，是你家人的关心与爱，而不是去挑剔说你这个菜不可以吃，那个菜不能吃。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也是这样，你自己虽然学大乘佛法妙法莲华经对你很殊胜，可是当你需要去帮助众生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众生有什么 suddenly enlightenment， 有些是 greater enlightenment。就像老师一样，在学校里面，纵使他教数学，可是他对于不同的学生也是有不同的教法，所以佛才是开无量法门，了解吗？所以你自己学习佛法很好，但不要，你可以介绍，或是鼓励，或是推荐，你们讲 advice， 或是 recommended， 介绍你的亲朋好友学习佛法，但不要去强迫他。佛教没有强迫别人，请写下来。对，写下来。佛教没有强迫跟审判的思想，没有说我要来信观世音菩萨，假如你不信观世音菩萨，你就会堕地狱。没有，佛从来没有这样讲。佛讲的是你自己选择。在这里，我又想到一个阿含经的故事，很重要哦。我发觉有很多老菩萨，你虽然虔诚学佛，可是为什么很多来会客会来问我说你跟孩子会吵架？原因是你强迫你的孩子。你本来想说师父我来带你啊，带来我的孩子啊，请你开示。不，我不开示你小孩子，我先骂你一顿，因为你强迫别人。我再讲一遍，佛教没有强迫别人跟审判的思想。佛陀可以介绍给别人，选择是看你自己。英文讲 It's on your hand。 阿含经里面佛陀在恒河两岸说法，有一天佛陀走到一个村庄，有一个很有智慧的长者就问佛陀说，佛陀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你。佛陀当时在印度，是属于印度教的世界，印度教非常强，很多人都拜西瓦神。各位你们去 Little India 就看到 Brahma、 Vishnu and Siva God， 对不对？他们都是拜这个。第二个，印度教也有本身有，印度本身也有印度教、锡克教、民间宗教，还有佛教，有很多很多的宗教，有行外道，有各种修行人。那这个长者就问佛陀，我有问题问你，每一个人圣者，印度也有塞巴巴，大家也知道，很多的 holy man 都到我的村庄说 I'm complete enlightened， 我是正悟的人，只要你跟着我学习，你都可以得到生命的光明。大家都这么说，印度教也这么说，锡克教也这么说，塞巴巴也这么说，大家都说，请问佛陀，我们怎么判断呢？你知道佛陀怎么说吗？佛陀非常有智慧，佛陀在阿含经里面说，你要看他所说的跟所做的是不是表里如一，这是关键。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修行人都会说我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但是假如真正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他的心一定没有贪嗔痴的烦恼。假如他说得很好，可是所做的东西却是伤害众生的，那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觉悟宇宙真理的圣人。同样的，你也可以观察我释迦牟尼佛，我所说的跟所做的，你可以检查。假如你觉得表里如一，那你就选择跟着我。你若不选择我，你选别人，我也会祝福你。就是佛陀这么说。你看佛陀多有智慧，佛陀没有来 Master you follow me OK， Otherwise you will go wrong path。佛陀从来没有这样讲，佛陀是无我。佛陀他把他的智慧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理告诉你，其实选不选是你，你选了佛陀也很欢喜，你不选佛陀也很欢喜，那么少一个徒弟，少一点麻烦。哦，没有，这个是我家的。佛陀呢，你选了都不选，其实他都欢喜。最后佛陀就走了，走了以后佛陀去释迦牟尼佛说法，啊，这个智慧的长者就是说佛陀讲的很有道理，他们就开会，有印度教，有锡克教，有回教，有民间宗教。请问我们这个村庄想学什么呢？最后大家投票，我们要跟高达玛西达塔，我们要认识佛陀。理由是什么呢？佛陀所说的跟所做的是表里如一。后来这些就成为佛弟子了。
不像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佛教，对不对？其实变质的很多。我们都不学习佛法，我们常常呢会去强迫别人。我现在还看到老菩萨，对不对？儿子跟女儿不乖的时候，罚他去拜佛，他恨死了。我告诉你，我要是你儿子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辩论的。拜佛应该是很欢喜。拜佛，你要告诉他拜佛的道理，内心的恭敬，而不是说啊，儿子呢，你做错，来，你听老妈的话，去给我拜佛108拜。我跟你讲，他恨死了，生生世世都不学佛。为什么？因为你强迫你的孩子。那他不学佛教，比如他现在小时候上儿童佛学班，长大的时候说，爸爸妈妈，我开始要信基督教、天主教，那你要 make sure， 当然你会难过，我了解。可是问题是，他有精神生命嘛，还有 spiritual life is better than nothing， 你要祝福他。我讲慈悲，慈悲，慈悲是要呢给他真正需要的。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如来受量品里面就这么说，所以佛教没有审判跟强迫的思想，这点很重要，知道吗？你今天拜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会护念你。今天你说 OK 拉倒，我不拜观音了，观音菩萨也不会惩罚你。观音菩萨这么慈悲，观音菩萨怎么会惩罚你呢？不会的。所以佛教里面没有审判的思想，这一点很重要。好，接下来再看。好，一下啊，40页。好，我想时间差不多到，我看时间5:30。好，我晚上会从40页的第15行开始，从山明未来立故，也就是说，《法华经》里面讲过去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啊，你是不是一两分钟不要急，还没结束，我做个总结，就是说，《法华经》过去有，在过去是立过无量无边的众生。现在呢，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在灵鹫山上也是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一直到现在。晚上我会讲智者大师三次降魔的故事跟各位分享。那到未来呢，就是未来，就是近未来记 incoming future endless future， 这部经在无量的世界、无量的虚空，一样会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晚上呢，会从40页的第15行啊开始讲起。然后呢，等一下啊，那也跟你预告一下，晚上我开始会讲佛塔，给各位看，我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图片，从南传的佛塔到大乘的佛塔，一直呢到舍利塔，到中国，一直到中国的骨灰塔。给各位看一下，塔本来是供佛陀的经典的，一直到呢现在变成骨灰塔。然后呢，你也可以看到，在新加坡，对不对？双林寺啊，光明山也有佛塔，对不对？我们在塔的时候有念绕塔的偈，这是出自于《华严经》，还有念作文，对不对？在新加坡双林寺里面就有塔，门的口呢有左手4个，右手4个，代表8大菩萨。所以晚上会介绍塔的功德与利益，所以请各位先翻开讲义，有空的话请翻开77页，请你预习77页到79页，请你先读一下，晚上我会讲。77页到79页，塔有它的功德。佛陀在世的时候，塔有分8个，代表8项成道。对不对？啊，这是新加坡双林寺的塔，这是呢光明山，对不对？你看它造也有造塔。塔有很大的功德，在《法华经》里面，如来受量品也讲，我灭度以后，有我化舍利，舍利呢，众生就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啊，
好，现在看四十页最底下三节经社四种条件：愿心、责任、义务与功德。有看到下面一段吗？我子普贤殊胜喜，有看到吗？好，我们下午的讲座到这里圆满，然后我们一起念一下文，念这首经咒。好，请合掌一起念：我子普贤殊胜喜，无边胜福皆于下，普愿神力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录影到这里。